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然后今天介绍一下我做的一个插件，Chrome 插件叫做 New Box，New 不就是二的意思，菜的口角的意思，Box 就是箱子，然后中文名我准备管它叫二箱。然后二箱大家可以看，也是做了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主要介绍一下它有几个功能吧。然后安装方式的话有，一个是从这边点这些各种版本安装，另一个是去谷歌商店直接安装。然后现在就从头开始给大家看一下，天，不要卡住。点添加，然后等一下就安装完成了。安装完成以后呢，你可以看默认开启的这个是图片搜索，就有的功能。然后这个单位转换现在是关着的。Crypto 是一个加密解密的东西，这个是站长工具，目前只有那个生成 sitemap，中文叫什么？不，我们要英文高大上。然后直接介绍一下这个 reverse image search，就是图片搜索。大家可能会说啊，图片搜索那百度也有，谷歌也有，你这个有什么卵用吗？啊，其实这样的，我这个呢是把百度、谷歌那些全部合在一起了，所以说百度有的东西我也有，谷歌有的东西我也有，看起来很全面。然后比如说吧，先去咱们大梨吧，然后看到哎，这有个帖子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好像很漂亮的样子，这个是真的吗？然后直接就右键这个图片。然后这边就有搜索这个图片，大家可以看这个标志跟 R 箱的标志是一样的，所以点搜索这个图片，然后就能出现这些关键字。大家可以看，赵丽颖靠谱吗？然后看，哎，这有相似图片，那打开这个，打开哪个呢？打开这个看一下吧，然后就会看，哦，果然是这样的，是赵丽颖。你看那贴吧那人就在抠脚卖萌，所以像这种的话，平时看到一些漂亮的女生啊，什么？平时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啊，大家好奇的时候就可以搜一搜，比如说像这个啊，是真的吗？是他，或者说是他本人吗？之类的，大家就可以搜哦，这是郑爽，比较靠谱，比较靠谱。然后像这个的话，我这个集成引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谷歌、百度、Bing 这个关键字，Yandex 是一个俄罗斯引擎，IQDB 的话，懂的人就应该懂了，为什么关着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个也是另一个搜索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等于我这引擎的话，我这个插件的话，就相当于会调用那些各种引擎，比如说，再比如这个图片吧，啊，虽然这已经说了油气王，但假如这个人没有说的话，大家会好奇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就右键点开看一下，哦，什么橙汁内克也，然后看啊，哦，油气王果然靠谱，UU 是油气王的英文，所以也很靠谱。然后可以看这边会有，这是百度的结果，这是谷歌的结果，百度、谷歌。这个 Yandex 是俄罗斯一个搜索引擎，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，就是这个引擎，然后 Bing 的话一般只会给一个搜索结果，比如说在这边关键字查询就可以搜，然后它就可以从这边就搜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之类的，然后这个大概就是图片搜索的主要功能，这个我只是搜一下，这个搜的话像这种就根本找不到类似图片的，很有可能等于他就是一个本人，真人上镜，所以就比较靠谱。然后图片搜索的话，只能搜索图片，比如说啊，我看到，比如说，我的帖子，我想搜这一片，可不可以啊？是不行的。然后你如果非要这么搜的话，也可以啊。后大概的操作就是截图，然后放到画图里，然后裁剪一下你要搜的部分，然后上传到一些那个图片网站，然后在右键搜索。具体的过程的话，大家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也是有的。然后看一下，或者说比如说在这边的话，大家去看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很帅的样子，但这个看不了。像 B 站的话，它好多这个是图片，但这个就不是图片，所以比较纠结。看这是图片吗？所以，如果比较暴力一点的人的话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搜，但是这个是一个，这不是一个图片格式，所以也搜不了，那就尴尬了。这个吧，哦，快别走别走，哎，搜一下。像这种比较，也可以感觉难度的确比较高，所以，哎，没有搜到，有点尴尬。但是，我这边的话，反正这视频时间也是我自己定的，所以我这边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这还没有试过，所以如果失败就有点尴尬。先截图，啊，没事，截图了，然后进入画图，
复制，然后裁剪你要的部分，比如啊，我就要这小女生，这么可爱的妹子是谁啊？我不认识，哦，我真的不认识。哦，其实我没看这动漫，但我知道这是什么动漫。嗯，然后画图里把它保存成一个图片格式，保存，比如说保存在桌面，保存，好，结束。然后呢，你现在就要去一个上在线什么免费图片上传网站啊，什么 free picture uploading，乱七八糟的。然后比如这个吧，有一些可以，有一些不可以，所以还是看人品吧。直接选图片，就是刚才这个。上传完以后，然后你可以看它这边就给了链接，所以说直接链接直链是这个，大家复制粘贴进去，然后右键搜索，就这些整个操作过程还是很麻烦的，所以我也在考虑，就是后面是不是后面肯定会增加功能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然后可以看这是 fit go 跟 fit zero 一样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这是 fit stay night，我并不知道。然后大家可以看这边有类似图片，这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？哦，不是，类似图片。所以这俄罗斯引擎还是很暴力，能搜到很多类似图片。然后，怎么全是你的呀？啊，你看现在，然后这些的话就它自己也告诉你匹配度不是很高，所以猜的抠脚就猜的抠脚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比如 fit go，这最有可能最就是最有关联的。然后看一下，长得的确一样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上传方式，就是。暂时后续的话，我会增加你直接选定一个区域就可以上传，但现在没有，所以大家只如果要搜索的话，只能这样，或者也可以用百度的东西，百度也有个 Chrome 插件，反正自己选吧。然后再说一下，converter 的话是一个单位转换，这个我只稍微介绍一下功能，但是目前是禁用，默认是关闭的，所以我也不推荐大家使用，因为还比较菜啊。比如说看这边吧，有些单位。然后可以把这些转换成千克，比如说这个16物资的话，就是0.45千克啊，0.45千克就是0.45千克啊。然后，磅在哪儿？然后这么着，158磅就是71多少啊？然后这个是，这不，反正它就能给你转换成单位，但是默认是关闭的，因为还有好多要做，还是不是很全。Crypto 的话是一个加密解密的，就是。比如说 Pokemon Cryptid，这个的话用的人就应该更少，所以我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，就是你可以啊选择用这个加密方式，然后 Decipher 是解密，Encipher 是加密，所以比如说菜的抠脚，然后他就会把这个转换成这个字符，然后你把这字符发给你的朋友，你朋友呢也正好用了这程序，然后他选 Decipher Pokemon 就出来了，大概是这种意思，所以有点用，但是，用的人会比较少。后续我会增加什么 base 64乱七八糟啊那些的，所以可能会稍有增加一点用处。然后最后一个的是站长工具，目前只有一个叫做 sitemap generator，就是生成 sitemap，我还真不知道中文是什么，因为咱们要假装很高贵的样子，所以说我并不懂中文是什么，虽然我可以搜，然后。比如说，我现在，它就可以怎么？这是什么呢？它就可以，这就是一个爬虫，它就可以抓你的网页，然后给你生成一个那个 sitemap。比如说，先做我的网站吧。哦，给大家看一下吧，网站是这个。我要搜这个网站网页，然后它就会抓这些所有链接，这些 URL，它就会，比如这是链接到另一个东西啊，它就会。全把这抓过来，然后最大深度的话，负一是无穷大，等于它只要这个链接不在数据库里，它就会一直抓。你要点开始抓，然后你可以看总共要抓这么多，然后已经抓了多少啊？然后它随时更新，因为新的网页如果有新的链接，又会抓新的。这个是站长的人想用就已经懂了，不想用的人，也不太需要其实。然后最后就会生成这个最基础的一个 sitemap 的一个格式，然后目前的话还没有比重啊那些的，后续会增加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是 broken links，就是坏的链接。可以看这个链接是坏的，为什么是坏呢？大家进去看一下吧。打开这网页就说啊，link does not exist，等于是不对的。然后这边会说啊，是哪个网页，从哪个网页才找到这个就是坏的链接的。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东西了。然后
自己写这个的话，也已经写了比较久的时间，还是比较希望大家可以用的吧。然后，比如说图片搜索这个真的应该是很有用的。而且这个的话，集成中文引擎可增可减，想要这个要那个就可以增加进去。虽然我也没有添加更多的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再搜一下我图像萌萌哒的引擎，萌萌哒的图片。啊，天啊，这竟然就直接是我啊！看来我已经很出名了嘛。好吧，剩下就不是了。基本就这样吧，然后，链接的话会放在视频底下，然后大家如果想装的话就来装吧。推荐是用这个谷歌链接，因为它随时更新。比如我今天，你看大家现在看时间的话，我才刚刚更新的，所以说用谷歌这个商店的话，一是你能及时收到最新的更新包，二是我能看到有多少人使用我这个程序吧。比如说现在只有200多个，也不是很伤心，但废话有点多，所以我想说什么呢？哦，对。程序开源，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源代码。然后，在这边看的话，应该有刚2个小时前刚写完那个爬虫的。然后，所以想大家好奇的也可以看一下。就是这样。然后，我是 Andrew，拜拜。